谁呀？我。谁？我。快穿衣裳。什么呢？我去老爷们儿。单爷，我。哎。哎。你这。哎呦。哎呦。霍上爷。嗯。叫啥？马大三儿。村叫啥？我瓜家滩儿。黑更半夜，你能干啥？寻思事儿。那，你就好好寻思寻思。听着。哎，我们有两件东西，先搁你这儿，一样不能丢，一样不能少，还不能让鬼子知道。出了半点闪失，要你命！那啥，这村头都有个跑老婆的，跑不中吧？杀不中，这叫灯下黑，明白没？明白了。那要是出事了找谁呀？你这俩人抓空替我们审审，年三十五斤黑净，我们过来求人，连口供，一块堆儿带走，明白呗？明白了。那到时候谁来求人呢？我。怎么的？怎么的？都怎么的？怎么的？都怎么的？蹭蹭蹭，跳墙都撩了。那么的，他叫个啥？没说，他都说个我。那么的，他长啥样？没看着，我或着眼呢。穿啥衣裳？多高个啊！我或着眼呢，你或着眼，你看着我了？多人呢？我不是或着眼的吗？没敢看。那么的，他到底咋说的？他都说，这家人想搁你们村儿，等三十五天黑夜再回来求人。嗯。还说这叫灯下黑。